嘉义市政府委托王里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办理实物银行，为112年每个月服务户数88户，至今6月提升到163户，对经济弱势家庭的服务倍数增加。嘉义市玉山扶轮社为着表达肯定和支持，今仔日上午专程前往嘉义市实物银行捐赠物资基金。社长吴德勇表示，捐赠金额并无多，但是一个起头，未来各种的捐赠活动将会持续的进行。一路上哦，嘉义市玉山扶轮社社长吴德阳协同 BC 以及社友来到嘉义市玉峰路嘉义市实物银行捐赠实物基金，在市府社会处副处长温秋兰的见证下，由王里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唐宏忠代表接受。扶轮社长吴德阳指出，本着回馈乡里以及长期挹注地区各项公益活动，今年正月捐赠嘉义市7间国中助学奖学金达到110万元，6月份玉山奖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也达到120万元，17年来捐赠超过1000万元，奖助经济弱势并且在校表现优秀的学子。那我们玉山扶轮社啊，长期以来就是说秉持着做公益服务的那个一个心愿，还有结合我们全体社友大家的一个力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好，那今天这个金额虽然不多，它是一个起头，我们希望配合我们市政府的努力，正如我们副处长讲的，我们永茂市长一个为了我们嘉义市还有我们这个基金会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一个照顾我们弱势家庭的一个那个行动，这是一个起头。我们玉山扶轮社长期啊，就是说各种那个捐助的活动还会持续的进行。谢谢。嘉义市社会处副处长温秋兰感谢嘉义市玉山扶轮社展现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理念，对嘉义市政府和弱势族群的支持，做伙合作，搁较侪嘉义地区公益事项，为地方社会发展贡献正向力量。那在这边，我们也代表嘉义市政府，感谢我们王里基金会这边对我们的植物银行的一个协助，以及嘉义玉山扶轮社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社长还有前社长以及各位社友的一个帮忙，让我们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还有我们的脆弱家庭的家庭的这一些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得到相关的帮助，让我们的嘉义市可以成为我们永茂市长所期许的幸福的城市，以及全民共享世代宜居的一个城市，就是实现我们世世代代好客气，大大小小拢嘉义的，我们嘉义市。王里基金会执行长唐宏忠表示，实际居住伫嘉义市并且有物资需求的民众，会当经市府社工人员、居住地区公所、里长以及里干事转介，或者自愿到实物银行申请，经实物银行社工评估，并符合服务资格者，每户每个月核发1000点，会当自愿选择所需的物资，服务期限6个月，并依照家户经济状况加发体会券或者实物餐券。合约店家有嘉义市老马协会、麦子坊八方、老李店鸡肉饭、西洲排骨便当、玉德里爱心商店、三哥食品行、多纳兹混合式咖啡蛋糕烘焙、福源肉粽店、料理绝配意式厨房、在经营希望小铺。新闻新闻台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为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跨越北新路桥段的施工将于113年7月29日上午9点开始实施交通维持措施，施工工期约需152天，预计将至113年12月27日止。这段期间将有14个不连续工作天，采取夜间封闭路桥方式进行，实施时段将于晚间9点至隔日上午6点封闭北新路桥。北新路桥夜间封闭期间，请依照指挥人员引导，配合工区交通维持设施及交通标志牌面指引，提早改道，改由文化路地下道或嘉雄路桥通行。此外，请特别留意哦，北新路桥跨越桥施工限高3.8公尺，请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车辆配合依工区交通维持设施及交通标志牌面指引，改由文化路或博爱路桥通行。
后续跨越三座博爱路桥、垂杨大桥以及嘉雄路桥之施工方式，也将采取相同模式，敬请市民朋友配合，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见谅。